Sammy，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很酷的智慧型手表。然后呢，它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呢，它可以当一种像是镜子，因为呢，它这边有这个很酷的，像是有种很酷的东西，就你可以当镜子照，我蛮喜欢的。总之，然后它这个是彩色的，是我觉得还蛮酷的。然后这边后面有一个很酷的彩虹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它这边有一，它这边会给你看到的就是时间、年月日，还有今天走了几步，还有呢电源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 WiFi 的部分。然后呢，这个手机有，不是手机，是手表。我把它给当成手机，因为它真的很酷，跟手机差不多。然后它这边就是有英文字典，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听音乐，还有帮你计算数学的东西。可是它数学只有加法，还有字典。对，然后呢，它这边还可以打给一些人，像是我可以交任何的朋友。然后呢，我这边还有我爸爸，还有我妈妈。然后呢，这就是这个很酷的手表。然后这个手表你，它可以，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是被抢劫了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很多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，所以这个手表就是以防万一那种事会发生，所以你就可以随时带在身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